它又称为神经症、精神神经障碍。它是一组症状，它不是单一的。它包括一些强迫症、神经衰弱、焦虑症，一些躯体形式的障碍，还有抑郁啊，也包括在神经官能症里边的。神经官能症的患者呢，一般主要表现呢，在心理上面特别苦恼，心理上的症状一般跟心理、社会有关系，但是一般它具有具体的器质性病变。具体的表现呢，像焦虑啊、失眠啊、腹胀、不明原因的腹胀、情绪易怒，具体的一个表现呢，还有一些就头疼、失眠、记忆力下降，特别容易疲劳。还有一个表现呢，就是胃肠道症状，要么腹泻，要么腹胀，要么便秘。总之胃肠道功能很差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情绪方面的，特别急躁，特别容易生气。再一个就是极度容易紧张。还有一个表现呢，就是胸闷、心悸。有时候他描述他会濒死感，像死亡一样。